要求不是很高的，啊？老板，给个机会吧。我们这不缺人啊，你们走吧。 哥，怎么办呢？我这钱也快花完了，现在又找不到事做，饭都吃不上一口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顶不住啊！没事，我就不相信了。 这么大，我们还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，还能饿死我俩。龙哥，还有爷们。龙哥，还有爷们。妈的，那个臭娘们还真嚣张。 不肯给我们个机会，行了，人家也不知道我们的来路，我们贸然找上门，他们不肯收，那也是正常的。我看那个娘们还挺有钱的，既然她那么不懂得做人，要不我们。 神经病！陆总，咱们走。大黄，大黄，大黄！兄弟，既然不顾兄弟的死活，那么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吧，兄弟。
漆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